8月12日，杨紫现身杭州机场，照片中的她黑超遮面，变身时髦御姐，身穿干练黑白装，气场全开，气质动人，完全变身时髦御姐，完美的身材曲线展现得淋漓尽致，简直是太美了呀！一路走来的杨紫，或沉着冷面，不苟言笑，显得霸气外露；或抿嘴微笑，显得可爱动人。就连这沉思的样子，都显得格外的迷人啊！一颦一蹙都是那么的极尽撩人，让人深深着迷呀！